嘿呦，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玩这个暮光山林。啊哈，啊哈，叫出来。我们呢看到这个头就知道我们今天已经基本上是要来继承我们上一个做的事情了啊。我们要去打多一点龙哦，因为我看到那个装备啊，这个炙热血做出来的武器，还有这个裤子，还有那个上衣这些，不行，我的心很痒。还有这个自动烧炼镐，这个基本上要花的这个炙热血还蛮多的，所以基本上呢今天就是要来个屠龙计划。我的滑鼠可以挖鼻孔啊，天哪，这样挖起来是有点辛苦，这又范围太大，那个棉花棒可能要弄成棉花糖才有办法挖鼻孔。我的天哪，非常运气低，好，我已经找到了，应该算吧，应该是吧，我找到了第一个点，就是往这个方向走。我们的这边有一个巫妖王，但不要，不想要巫妖王，我们要的是我们的九头蛇。九头蛇，哎呀，这什么东西啊，山中神灵耶。哦，你好你好，山中神灵你好。对，嗯，哦，来了来了来了，应该快接近了，你看这些蓝鸟都是鸟都飞起来了，嗯，表示有事情要发生了。我其实可以把那个感觉上要接近某种很伟大的东西的时候来一段前面的用词，什么意思呢？小白一个人走在这个没人爱的湿地中，没错，就一个人，然后往前走，突然间他发现了一个东西，红红的，就像是没形容词了，所以词穷了，所以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们这一只打完，我们就可以去打强力，我们就可以去扶龙嘞，拽根拽根马粪 ，Hello， 龙嘞，这个位置好熟悉哦，这不会是我们上对？奇怪，地图有错吗？啊，对不起，我玩了，我拿了两张一模一样的地图，我还以为我扫出来的地图是新的。哦，我跑了一整天，结果是重复的地方。哦哦哦，这一次不跟大家开玩笑好不好？再开玩笑，我就是小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找到了啦，找到一个右边有一只全新的啦，就是你啦。哦，在那边哦。哦，哟，哎，不对，来哦，来哦，来哦，他嘴巴张开了，哦，嘿，嘿，哦，小心，尽量不要让他攻击到我们的，小心不要啊，还是不要烧到了，完了，啊，我想要不要被他烧到，这样可以，找点角度，其实可以，不要被他射到，呀，呀，呀 ，OK， 我最会。屠龙了，其实头好像打不太到，对不对？嘿，嘿，再出王，来呀，来，最后一剑，哈哈哈哈哈哈！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快快快快快！时间紧迫，有头有18个炙热血，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走，我们在不是不是我们在，我们要先回去，先把弓合到最强，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会更好。有了有了，强力一嘛，再加我的强力 IV， 然后再加铁砧，铁砧，铁砧，放上去，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强，嗯，强力 IV， 强力一，哎，是不是少了一个？啊，不对，强力 IV 怎么还是强度还是一样？还是我放反了？要这样？哎，还是一样哎？为什么？哎，不是可以合并吗？有有有，强力五，然后耐久三，无限 ，perfect， 这就是力量。走，我们再继续找下一只龙。哦哦，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全新的建筑物，是有关，好像是蘑菇，对不对？这边我们下一次再来，我们先把它做一个标记。我想一下哦 ，B， 然后啊吧吧吧吧，随便，对，快，只要记起来就好。对，有了有了，我又遇到了第三只，这一次我拿等级五来看能不能在一分钟之内把它弄坏，不对，把它弄死。对，所以我说那个奇怪，我绕了一整圈怎么没有打开的地方啊？半月它不是开了一个有一个角度吗？我怎么转了？我该不会转了180吧？攻击很低，这个就不会了。啊！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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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有哎、欸，比较痛哎、欸，这可是他妈超级伤害高的哦！怎么样？爽吗？舒服吗？再射啊！哦，这头离我好近，我可以用劈的。哎，哎，哎呦，又升高了，是不是啊？
你在射哪里？哪里都是你。太吵了，你们影响到观众了。最后一剑。哎，怎么可能？哦，刚刚那才是最后一剑哦！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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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交出来交出来！哦，我其实我发现我打的技术越来越好，而且我还没有戴头盔，我就拿已经，哎，我都没有那个哎，我好像都没有被打到哎！天哪，我好猛哦！我这操作哦，666啊，都现在25个，我做全套要24个，外加如果我要做到这些剑啊这些的，需要额外的12，然后。我看一下、哦，1、2、3、4、5，5个，所以我要再一场，这张地图右，我还可以用两张地图，所以我想要往右边走。好，基本上这是我们的九头蛇的最后一个。那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每次来的时候，我都会看到这个井，哎，这个井不就是米诺斯的那个吗？不是米诺陶他家吗？可是地图上在每个九头蛇的上下左右都分布了一个这个东西，哎，还是说米诺陶已经变成小怪了？所以他其实不是 boss， 算是小王。我觉得应该门口应该在左边。我上一场是转右边嘛，结果转了个老半天没转到，果然被侦测到了。九头蛇发现了我们只好迎接他了。来，钩拿好。这是个非常为什么会？你干嘛？你乖一点好不好？我好想，我其实也蛮想养九头蛇，不知道。哎呀，不知道九头为什么射不出去啊？我觉得是现在还有点lag，现在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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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碰到我，不要碰到我。对，他的头好像转的不是那么快。来呀，再吹啊，你吹啊，怎样？哎呦，哎，跳，跳个几段，可以。再来呀。这个嘴巴张开了，再跳，走开，抱一只，还有另外一只，第三只，快给我装，为什么多出来了？跳，打不到哎、欸，打有了，收集完了。来，东西掉出来了。哦，这样有多少？34又一组又41个九头蛇牛排，是肉排啦，太多了。我们回去赶快做这个吧。这个。OK， 神剑跟烈焰杆。我有烈焰杆，我还有烈焰杆吗？也没差了，反正去地狱弄一下就好了。它是一定要铁装才可以做，是不是？哦，没有，我们其实可以用炙热锭。对，可以用炙热锭。好，我们都用炙热锭来做。好，走回家做神器跟神装。好远哦，我们家在哪里啊？这第几张地图啊 ？OK， 应该是这边吧，应该是吧。我觉得我已经快回不了家了，有点远。不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光柱啊。这个光柱吗？有看到后面了，4589。哇哦 ，OK， 好远。OK， 来，挑几个装出来做吧。我看一下我的铁够不够，超够，这一定够。哎，怎么做啊？这样子对吧？先把它做成炙热铁。可以做34个，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装。再来是先头盔，然后上衣，哦，好红哦。再来是裤子丢外面，然后再来做两个鞋子。OK， 全套。然后不要，还有什么可以丢？这个也不要。OK， 好，先丢旁边，我想要先穿看。哦，哇哦，我的脸好暗，这整套装看起来超烫的啊，而且很亮哎，超亮的，只是有点丑，可是。很猛欸，这一套我先把旧的装备收起来。1、2、3、4，好，然后我们来做一把神镐，是用烈焰杆，神剑也是用一根烈焰杆。好，我去地狱摸一下就好，这很轻松。先把东西收起来，我这边地板上捡的。 OK， 欸，为什么没有啊？不对，放错，在这里有一只，然后再来是这样，有了，这两只炙热剑燃烧2，然后攻击力8，外加自动烧炼，哇，这拿起来一定超帅的啊，吼，超猛的，哇，感谢九头蛇。好，今天的实况抽这代表更多的感谢你收看，我们下回再见啦，啵啵。
break it all down for you. I ain't never giving up, I ain't never giving up. You know I'm taking that crown from you. I ain't worried about your, I ain't never. So let me break it all down for you. I ain't never giving up, I ain't never giving up. You know I'm taking that crown from you. I ain't worried about your, I ain't gonna make.